现在这个导向机这个出场率是真的高，确实他有这个实力嘛，这是实话，这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道理。这一波的话面前有一个阳光，说明让我们获取了这一个阳光之后就能直接解决导向机这一路。我一个武王加机枪这么狠呐、！Oh my god！ 虽然说这波要解决掉场面上所有的植物，但是它并不像地磁王以及其他的那么难办啊！这就是一个机枪啊，吃什么都是能给它干掉的，对不对？一千多 ，OK， 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稍微的获取点机会啊！行。不是吧，大哥，不能这么整啊，这么整那谁来都过不了啊，大哥 ，I'm sorry， 三路阳光全没了，剩下的还有一个阳光了，就 OK， 只剩下一个阳光了，好突然呐、真的非常突然 ，OK， 来一个车废了，我真的希望他能压不着，但是呢，好像我并不能左右他的想法，阳光。说这把运气挺好的呢，是开局解决导向机是挺顺利的，难道我这一波就不顺利吗？五发砸掉五个，再压掉面前这一个，完美，你立功了，你立了大功了。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啊，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这样子的，如果边中路赌一波五王能不能行呢？你说，万一来个好东西呢？稍微往后放一点，来个武王的话，他至少能吃阳光，又能打后面那个机枪。现在直接打正常路，我觉得有些不妥。我求你了，小丑，走到第二格的这一个位置，然后炸！哇！哎呀，再多走一步你就……行，这我也不挑你毛病了，挺狠的，已经是属于挺狠的啊。OK。一个机枪的话伤害并不高了啊，并不高了。OK， 一个雪人就能直接吃掉三个，哈哈，你还有攻击力吗？那这个第二个不也轻松拿下吗？哎呦，多吃点，大哥再吃点，把这个吃掉再炸吗？真的是很过分的。OK 呢，上了一个白眼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，也不知道，可能还是干不掉吧，再续上一个。哎呦，红眼那就不说了，那没什么说的了。OK， 那下路这也轻松拿下，还行吧这一波，除了第一波运气有点倒霉之外，不对，哎呦，这波位置来的不对呀、但是没问题，好像，我还就不信了，我还剩一千多阳光，我还干不掉你了。OK， 他这矿工都能吃，更不用说了，后边基本上不用放了。这也不轻松拿下了嘛，第一波运气是不是有点倒霉啊？第二波还行，小丑这波是 C 位，搞定。